我们好好谈谈。好，道一先生已经来到我们答疑房了。我们现在先答疑之前，先宣告一下我们答疑语音房的规则。第一，就是所有战友除主持人和答疑委员外，全部要闭麦，否则巡管会帮大家闭麦。巡管闭麦后，就不能在其他服务器上发言了。如果有被误闭的呢，请到客服，请那个答疑之后到客服语音房解麦。第二，提问的时候先报姓名和农场名，提问的时候注意保护隐私，避免提重复的话题，这样的话更有效的解答战友们的问题。联盟答疑不提供投资建议和指南。第三，若有捣乱攻击的那个五毛出现，请大家不要马上出击回击发言，以便我们巡管找出那个捣乱的人来封号。好，那现在就请大家提问，请那个提问的战友开麦说话。怎么这么安静呢？你们不是来提问的吗？大家踊跃发言呢。文珍战友，请你闭麦啊！你还没有闭麦。英喜农场的文珍战友，请你闭麦。战友们好，战友们好，大卫先生已经在这里了，请你们有问题的请开麦发言，谢谢。大家开麦有啥问题？有关于比如说72小时紧急签约的事情，有关于这个 GTV 原始股新股这个认购的这个签约啊，有啥问题都可以说啊。B 的事儿啊，买 B 的事儿都可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啊。我看说都是我们英喜的战友来护驾来了。那太好了，都是来准备打群架的，然后你看看没有提问的，妥了啊，英喜战友爱死你们了啊，你看咱农场的这个团结力是我跟大家先聊两句吧，主持人，这样吧，有问题再问吧，对吧？要不然气氛有点尴尬。气氛有点尴尬，我跟大家不能这么安静。对呀、啊，好，大卫，请先说。给大家先聊两句。这个大家一定看到现在这个大的形势。这个今天最新有几个信息啊？因为最近我也没做直播，大家一定看到这个政治上的大的背景变化和金融市场他们的关联性。你看共产党现在咱们先看看什么呢？大家手里还剩几张牌，对吧？咱们打麻将、打桥牌，还有那个打扑克也好，我们最后呢，就到最后那段时间，实际上就是在研究什么呢？研究对方有啥牌，我手里的还有啥牌，是不是这个逻辑？咱现在就看2021年从1月20号大选到今天，咱就看一看共产党手里还有什么牌，对吧？你这么一想，你仔细想想，全想明白了。国内推这个疫苗。对不对？国内推这个疫苗，一面是一刀切，它是什么呢？各省给中央有任务的，对吧？它是有任务的。因为什么呢？你哪一个地方推完疫苗下达这个指标以后，如果各地如果有暴雷，比如说大面积感染，那这个地方的这个领导的乌纱帽是不保的。谁管你疫苗好不好使？98%、96%什么有效率、感染率，什么测试什么图谱，谁管你那事儿？他是分派完成任务。因为现在党内的现在的政治气候是什么呢？凡是一刀切，凡是讲政治，凡是向那个看齐，叫什么叫政治看齐，
对吧？那为什么？因为他紧张，他压力太大了。然后你再看打这打 G 系列的，你现在能打啥？你说我骗，好啊，对吧？我骗你爹了，骗你妈了，骗你连桥了，是吧？你们值得我骗吗？咱们在这个任何一个国家，五眼联盟也好，这个西方的某个小国也好，对吧？常识，你干任何事情，你有没有一个前后的历史逻辑、证据，对吧？我骗你就把我干了灭了，对吧？证据组织差不多了就完了呗。所以他打来打去，就是在扰乱视听，混乱国内的对爆料革命的这个判断，对 G 系列的一个判断。因为他防不住墙外了，他只能防墙内。所以你看这帮人，就那帮孙子在外头打的爆料革命的这些人，你说他有什么搂着那个更高的招吗？全是搂的招。那他搂的招，但凡有点脑子，你一天你得多闲，在那个 Discord 里头扯这些没用的呀。大家想想他有多少时间，你拿笔给他计算一下，他有多少时间？他不上厕所，他不双休，是吧？他不上班，他没老婆孩子，没爹娘吗？所以你就想想他这轮就最后挣这点狗粮，造点假，造点谣，完抹抹黑，他自己痛快一下，一言一下，什么用都没有。目的是什么呢？给那些翻墙的人制造一种压力和信息混乱。因为现在没有别的辙了，他就这两张牌，俩三儿，剩俩三儿，剩俩四，可能一个三儿一个四，对不对？所以说你这么看问题的时候，我们现在站在干嘛？我们多做 G 系列的事儿，多做爆料革命的事儿，多宣传文宣的事儿。当然在你安全的前提下，因为现在呢，你要看清这个最后较量的这个节点上谁没劲儿了。你就像看打拳击，为什么到打到第八轮、第九回合的时候，你那个时候往往容易出现 KO 啊，因为体能不够了，对不对？咱们现在就较量到下半场，咱还没使劲儿呢。你看共产党已经啥样了，对吧？现在呢，我跟大家可以现在讲，咱们体制内从上到下基本上都是咱们的战友。如果说共产党像他能承诺的或者震慑给老百姓的有那个实力，我们今天爆料革命在座的，就像我们这些在前排的这些所谓的啊，早都给你干的这个粉身碎骨了。那说明什么？反过来说明什么？是不是大部分人是同情理解，包括支持爆料革命，对不对？所以呢，这个 G 系列为什么共产党这么害怕？大家想不想过 G 系列后面其实有四类人，这四类人解决了，共产党就灰飞烟灭了。哪四类人？大家想想哪四类人？第一个什么呢？他是没胆没能力，对吧？啥也不敢干的，或者叫什么，有能力但他没胆，这部分人。比如说体制内的有一些人，他能力够不够？能力够。有没有钱？有钱。没胆，那没胆他什么原因呢？他有几种原因，可能是体制内太深了，对吧？家庭关系，包括呢自己的亲人，包括呢有些人大家别忘了，他也是领导提拔上来的，你让他反谁去？他反了就反上面他的当年的恩人，年轻时候提拔起的恩人。因为他在这个体制内长得太深了，对吧？根植太深了，对不对？还有一部分人是啥人？还有一部分人是这个有这个胆，他有这个胆，他想反，想跟你们，对吧？但是他没能力，实力不够。还有一种什么呢？我就不信，你爱说啥说啥，我不相信爆料革命，就信共产党，是吧？这部分人也不少吧。第四类就是什么？我也敢反，我也受够了，我也知道共产党烂，对吧？我也有胆儿，我也站出来了，但是我们没钱。所以七哥呢就帮我们，就这就是我第四种，就我们战友七哥想帮我们，让你们有钱，你们不敢反共吗？能站在一起吗？1300把椅子这样的战友，大家想想这什么力量。所以共产党不怕马云，不怕王健林，不怕他们许家印，不怕这些人，他怕这些老百姓，穷哈哈的老百姓都富了，就没你共产党我这帮公务员我不跟你了，我不信你了，你爱咋地咋地。为啥？我公务员我一年，我这些房产，我这一辈子干那几十年，我搂的，对吧？靠的，我到最后我没有你共产党，你看我现在过的啥日子？共产党就怕这个，这他就没怎么样，没人信他了，没人跟他了，国家机器不听他使唤了，
这个党就已经彻底没了，因为那个纸老虎那个纸不还得折起来吗？但是折纸都折不起来了，就跟豆腐脑一样了，是不是？所以大家明白 G 系列的真正的目的和七哥的用意是什么，对不对？所以说我就想跟大家分享，有的时候战友们就到最后的时候，第八轮第九轮打到第八轮第九轮了，体力都已经看出来了，实力也看出来了，就这个时候你还不知道我们处在什么阶段，那这个时候就有意思了，是吧？你要明白现在我们处在啥阶段。给大家讲那四类人的故事，那四类人是前两天七哥给我们讲的，非常好，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啥问题没兄弟姐妹们？谢谢大卫的分享。大家都不来，都听得如字如句了。你好，哎，大卫先生你好，听见吗？大卫先生，哎，能听见，能听见，说。哎，我是那个五月花的 Jessica， 我想问一下，我们到时候买那个 Gcoin 的时候，那个汇款收款那个就是交易平台的收款账号就在美国的吗？啊，不一定，不一定，它可能会有几个账户。现在我们也在等发行商通知，这个你不用着急。它是考虑到大部分人都可以支付，都可以付款的，对不对？这个是肯定要考虑到。具体呢，我们不知道是那个在哪个国家。我看到那个，我看到那 KYC 上可以选五个国家，就是付款。啊，跟那个没关系，就是、付款肯定跟那个没关系，对。对他，但他中间有可能是找一些托管行，总之他要满足大部分的普通的投资者，就是说正常的付款那个需求，否则的话这个障碍多大呀？你付不了款，你买不回来这个币，你不着急吗？是吧？而且大家要这么想，共产党肯定会阻挠的。共产党如果阻挠的话，他得罪的是谁？他不是说这个咱们这些战友，这次机构为什么进来这么多，有那么多主权基金进来？这就意味着什么？大家一定看到这一点，就是我们相当有更多的这个大树挡在咱前面。共产党你不拦吗？好吧，你现在截梁子，全世界截的差不多了吧？你继续阻，他去阻挠这个付款的话，他就会和各个机构和背后机构的那些大佬，包括那些沼泽地，各个国家、世界各个地方的真正背后的那些力量，就是什么结成仇了。然后这只能让咱这系列更火，压力那个，就将来他的压力更大。让更多的人跟我们合作。你想想这两年我们G系列包括七哥的这个战略上的调整，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朋友跟我们站在一起啊？就是原来人可能是看热闹，就比如说在街上你看一个流氓欺负一个手无寸铁的一个老百姓，好比本来我们是看热闹心理，结果他太过分了，结果呢这个什么呀，路人看不下去了，干嘛呀，出手相救了，对不对？揍这个流氓，共产党就是这个流氓，对不对？欺小那个欺软怕硬，他欺负人家，给人家看不下去了，好了，现在我们都跟他一伙了，对不对？是这个逻辑。咱们等着发行商通知。好的，谢谢大卫。嗯，好的，谢谢大卫先生。好，请那个战友们开麦提问，谢谢。请刚刚进来的战友们关麦，提问的战友就开麦说话，提问的之前先报自己的名字和农场名。请大家提问了，大卫先生的时间有限哦。哎，你好，我是0001，听得到吗？听得见。那个大卫兄弟啊，那个我通过黄牛汇的，然后 GClub 客服说没收，没有查到，黄牛说也没有退，我这个是不是你只有表？你是不是？哎，你是不是问那个我们站的那个战友？哎，对，是我。啊，那我有点印象了，我待会儿给你私信上咱们那个电报那边说吧。好的，没问题，好，感谢。你追着盯着呢啊，放心，你简单回答一下你。给大家盯着点，好了，好 ，over， 留意一下啊，知道你这事儿，嗯，好 ，over。咱们这个管理员，咱们是不是今天设置啥东西了？这我那几个孙子咋还没进来呢？都等不及了。他
们可能没有那个没有农场标签嘛，那控户儿来捣乱的，所以现在那个语音房只能有标签的进来。嗯，大卫哥你好，我想提一个问题好吗？啊，你好，说。啊，我是五月花的朵朵兰。啊，你好啊，大卫哥哈。我第一个问题是，那个 KYC 的时间4月22号确定下来了吗？不是准确时间，可能也会调，也会有变化。就是说时间还没有定，我们一切以联盟的公告为准，哎、对对是吧？对对对，差不多就是大约在那个时候了。哎、对，上下也差不了太多，不会说有太大的变化，也就是哪一天具体哪一天的事儿、等通知就好了。好，我的第二个问题哈，如果一旦 KYC 办了以后，汇款必须在是多少啊？48小时之内吗？哦，不会，他的汇款应该会给你大约3周到4周，最多4周。所以我们认为黄金的汇、这个最关键的这个汇款时间，其实就是头一周。为什么呢？因为你头一周，基本上你 KYC 过了就过了，你很快能知道。你一周内一般一个汇款是否到账也差不多了，对不对？所以说如果出现问题，你能有时间马上调整啊，是吧？所以呢，头一周很重要。OK， 第三个问题，如果是强力的话，个人汇款目前比较烧脑，还没找出来，就觉得怎么办呢？这个个人汇款银行又不能走，第三方也不能走，我的目前就我的这个大脑，我一直没想到办法，我感到好难呐。所以强力才那个很多战友他都委托到那个农场和联盟了吗？这不就当时设置这个委托的目的吗？就是解决那个强力战友和每日家战友购买就是障碍的问题，对不对？你要早那就可以采用第三方了，对不对？不是第三方，你要 KYC 的吗？就是说你这么说吧，就是你自己 KYC 试一下，如果能付款成功，那就那个搞定了 ，lucky， 对不对？如果说不行的话，头一周不行，所以你要马上联系到所在农场，然后农场会通知联盟来协调，来再帮你去做这个补位吧。那么我还有一个第四个问题，KYC 和付款方式又是什么关系？这二者我一直没搞明白，不好意思哈。就是你 KYC 这个人，就是登记这个 APP 的人，你这么想，你咱说的俗一点。所谓 KYC 就是谁注册登记这个软件，你比如你举个例子，你是 KYC 就是你本人要登记注册这个软件，然后一定是你名下的账户银行付款才可以拿到币，所以 KYC 人和付款人必须一致，明白了吧？也就注册这个 APP 的人和最后的付款买币人也要一致，他的名字要出现在银行里边和 KYC 你现在农场填的表里边，比如说这个人叫张三，张三填的这个表，他注册 KYC 张三，银行买币也是张三，这个对得上，人家币才能给你啊，否则的话 KYC 过不了，或者是银行付不了款，比如说发现那个李四付款不是张三，对不起，你买不了，给你退回来，币你也拿不到啊，一定是本人。付款和 KYC 能是同一人，明白？就这么简单。那么我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假如说我 KYC 了以后付款没有成功的话，那么我就只好再马上就委托就找联盟，马上找，那么是不是意味着我 KYC 跟农场五月花农场说，你说我付款失败了啊，我或者我 KYC 不过，马上。OK， 如果说付款没有成功的话，就等于 KYC 作废了。对不对？不是两个概念， KYC 过了证明你可以有一个账户，但付款不成功证明买币没买成，但这个账户是存在的，账户是可以的、okay. 他把事儿，所以你要把这个、okay. 这个额度赶紧告诉农场去帮你去买去，买完以后呢才转给你、okay. 转到你账户。 OK， 明白了对，彻底明白了，解释得很清楚， Thank you， 谢谢哈，谢谢小哥。好，请下一位战友请说。大卫哥你好，我是新加坡农场的哈哈哈，我想问一下他那个 T-Club 的那个电汇新的电汇账户什么时候可以有，
就是用来那个追加借款的那个账户。你是多少金额？我的金额是10000到50000美元。嗯，这个还要再等待，因为这被咱们那个这帮杀手级的战友们给干掉了，所以大家还得等，再等。估计得整一个量子级的账号才能承受战友们的这种疯狂。等候吧，好吧，农场会通知你的。嗯，好的，谢谢。嗯，好事多磨，没事儿。嗯。喂，大卫先生，你好。你好，我是五月花的杰西卡。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那个老椅子 VOG 那个72小时是什么时候开始的签约啊？嗯，这样的，他是在准备最后的一点文件，法律上的文件。文件好了以后呢，会通知大家，然后从那个法律文件发给你那刻起计算72小时，是这个意思。所以现在还在这个 prepare 这个 document 这个过程，等待。是不是很快了？差不多吧。具体肯定得等七哥的消息，对吧？嗯，好的，谢谢。大卫你好，我是那个美东向小三的那个文宇，大概一个月前吧，就是3月11号的时候，我给您 Telegram 留言了，因为我就是为这个老的就是墙内的事儿比较敏感，然后前两天又给您留言了，麻烦都是在电报上留的是吧？对对对，在电报你也给我回语音了，然后我后来又给您回了语音。你能不能现在马上拿电报再给我打一个字，因为我那个信息多了以后吧， okay, 一开会行，哎对对，我马上就给你回一下，文宇啊，好嘞，谢谢，马上私下私信交流，可能涉及到隐私什么的，好嘞，好嘞，谢谢您，大卫哥，我是香草山的文俊，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 GB 的汇款它的对账时间是多少，是2-3个工作日呢，还是会不会存在像 GTV 投资一样汇了款2-3个星期都没有对好账的情况？哦，你说的是 GB Gcoin 是吗？对的对的对的。等会儿，你说的是 G2 还是说你大家即将要买的这个数字货币对账？大家即将要买的数字货币。啊，对对对对对，因为那部分的对账是这个发行商他们的客服，那他们客服的这个工作能力啊，复合度，那我们真不知道，对不对？对啊，所以我就问这个问题。不是咱们战友说，你刚刚说那个汇款时间是3到4个星期嘛？我就怕我付的钱错。啊，对对，就是他之前提过的，就是大约一个月内。那他的对账应该是在，我看啊，4月、5月，也就5月底吧，也最多了，也就到5月底。5月底以后呢，这个马上他就也就那个，就是说你只要付款成功了，他基本都搞定了。一定是在开盘之前给大家把那个什么的，把那个有额度的这些战友的账户和币全部传输完毕，因为你花钱买了嘛，那你开盘以后你的账户上对应的 G dollar 和对应的数字货币都是显示在上面的，对不对？这个是和我们报的表的底单是对应的，所以这个应该是也就是在一个月呗，也就是一个月，多说一个半月吧，全部要搞完的。也就是说他怎么承诺不重要，但你开盘之前你一定是搞完。至于他动用了多少人力和多大的和那个技术，是用什么东西做客服，那我们不知道是吧？反正那是他的事儿。那我们等着就好了。明白明白，我就怕这个对账时间，这个五月底基本上也就搞定了。哦，行吧行吧，那好的，那谢了大卫哥。嗯，大概就是这样。嗯，事实上他的团队应该是怎么做呢？从你KYC 过了那一刻起，名单不交上去了吗？你过了 KYC 这个账户就激活了，剩下就是买币嘛，买币那就付款喽，到账一笔，人家就给你传输一个那个什么呀，人家技术部门就给你的账号就显示一份额度嘛，一份币嘛，对不对？就这意思。然后呢，失败的话呢，他给你个时间，让你再委托农场和联盟给你个
补充购买的机会，是吧？然后再搞一搞，差不多也就那一个月吧。那大伟哥，我想再问一个问题，就是我那个 GTV 那个投资16号汇款到现在也没对好账，也没退款，那大概有没有说什么时候可以？你是那个汇款上的？我对，你是走的那个卡项目那个汇款是吧？对对对。那这个都得等，这个我们只能等他那个他的那个后台了，卡项目的。那也没一个明确说要大就是我们等，就是就你就是最多只再等两三周就可以全部完成，还是无限期的等？我的意思是，那不可能无限期等啊。就是说他是对那个号段，各农场拿那个自己那个号段去对，但他一旦开启这个对的号段，你对出来也会很快。只不过现在呢，还有一些战友们在汇款和那个那什么操作的一个过程。耐心一点吧，耐心一点吧，这都大家一起的那个事儿嘛，对吧？好的，明白了，大伟哥，我没问题了。其实吧，大家先要明白，最着急的、紧迫的，其实是这个买币的事儿。那个，因为这个GTV 这个原始股的事情，其实你看七哥已经给大家更多的时间往后推了嘛，到五月份，就这部分时间还是 OK 的，来得及对账什么的。关键是这个币的事儿 ，KYC 快过，付款不成功，马上找到农场联盟。这块是有点急的，人不等你，人是要马上要开盘，有一个那个什么的，对不对？开盘时间是那个之前要搞定的，这部分其实是最着急的。好吧，这个回答到你这儿，别着急，等一下吧。好，请下一位战友提问。大卫你好，我想问一下，比如 KYC 通过了以后，这位战友您好，请先报你的名字和农场名，谢谢。啊，我是香草山的文佳，我想问一下，如果 KYC 过了以后，比如说汇款，如果我的配额是1000美金的，那我可不可以多汇一些？这个之前回答过，可以。你多汇的钱将在你的账户上，就是 KYC 通过后的那个账户上变成 G$， 相当于在银行上存钱了，都是你的，换成 G$ 就是这个意思，可以多汇。好的，谢谢。大卫，我可以问吗？啊，你好，说。我是海平，像那个波士顿五月花农场，我想问一下，那个老班长答疑说那个 KYC 的时候要有一个银行卡的验证，这个什么卡都可以，那强内的信用卡可以吗？慢点，什么银行卡的验证？你再慢点说一遍。就是老班长那个答疑他说的那个 KYC 的时候要有一个银行卡验证，有这么一个有这么一道工序，他说什么银行卡都行，那是不是强内的信用卡？他是这个意思，就是你那个账户 KYC 过了以后，他那个里边有一个绑定银行卡的这么一个选项。那这部分的话，按正常的这个 broker 的设计的话，这个程序设计的话，通常是信用卡、debit card 都可以啊，通常，对吧？但是呢，你说这个共产党这个德行，他能不能跟你国内的某张卡就绑定？我真没法在这儿跟你说。那我懂了。那我这样，我有海外账号，但是我只是有海外的账号，什么都有，但是我没有那个银行卡那个卡片，那可以绑吧？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他所谓的绑定就是什么呢？就比如说以后你在交易这个账户交易的时候吧，我想入金，我想补充，往里头打钱，你只要这个卡，你这个卡不要超过那个 expire date。行，就是说，对吧？只要你别编一个号，别是假号，没有超过它那个有效期，都应该可以的。就是我有银行账号，海外银行账号，但是我只是没有那张卡，就是那个巨型的那个卡片，我没有那个，没问题是吧？这个你最好是要一下，因为一般来说都是，哎，我看看啊 ，account。因为我记得很多 broker 吧，肯定是有一个功能是绑定卡，
因为我这就有好多交易账户，我看一下，对，都有绑定卡，然后也有一个银行 account 是你，比如说你赚了钱，将来 你提现出来的，你这样吧，你还是按卡准备，卡更把握一点，所以那你可以跟那个你海外这个账户的所在行申请去要这个卡号，那方便。行行，对，啊行。但是强力的卡，共产党这帮王八蛋是不是不好说？对，我知道了。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我记得七哥直播时候说过一次，就是说我们做 KYC 通过之后吧，会点一个键还是什么，然后会自动蹦出来一个账号，他说这个账号会根据你做 KYC 的区域给你一个，比如说欧洲的、亚洲的或者什么州的账号，是这样吗？还是说就一个账号，只能是一个国家往一个国家账号上汇，还是说不一定的不一样的国家账号汇？偶尔现在发行商没有最后的告知，收款的账号是什么，所以呢那个还是等待吧，可能是可能会给一个号，可能也给几个号，我们都在等待，但是这个号一定是能一大满足大部分全球的主要的投资者债付款。那就是说这个号是肯定只限在一个国家，还是说这个号可能分布在不同的国家呢？都有可能。还有一个做 KYC 的时候它有一项，就是说你这个钱是从哪个国家汇出，假设我不选美国，我选从瑞士汇出，但是我真正汇的时候我可能从美国的账号汇出，是不是无所谓吧？那肯定不行，你那个他要看这个钱和那个 KYC 人是对应的。我是这么想的哈，选瑞士汇出，然后那个选瑞士汇出，我看看啊，那是不是一个人的名字？是，都是我自己的卡，都是我自己的名字。我想想啊，那你为啥不告诉他？不是，是这样的，大卫，是这样的，因为怕银行拦截，因为银行经常拦截我们的 G 系列，所以我要从不同的银行，分别汇出。这样的话，即便有两个银行拦截了，我还有一个成功，是这样的。这样，那个姐姐，你可别在这儿这么说了，我们没听见啊。你呢，你就自己试，付款这块是个容忍度是比较大的，他肯定是让大部分人都能满足汇款，否则的话他就不会玩这个事儿了。也就是说会有大量的银行在里边做托管行、中间行，帮助协助掩护，你就到时候反正是你名下的卡，这个不行就拿那张，那张不行拿那张，反正是你名就完了。明白了别在这儿说了。谢谢对吧，八仙过海咱把事儿办了就完了。大家还有啥问题？请下一位战友开麦提问，谢谢。大卫哥，我是英喜的新手玩家，请问强烈的地址电话还现在 KYC 还可以使用，这一点没有变化吧？强烈的地址可以了，电话也可以了，对。好，谢谢。对，我看一下，没有什么，没有这个，没有最新的 update， 这就是最新消息了。我看一下。对，目前这就是最新的消息，我再看一下我的手机有啥事儿，别落下啊，我看看最新消息是什么。基本上就是这样，没有最新的 KYC 方面的新消息了。好的，谢谢。对，看一下，大家有啥问题？请大家提问，如果不提问的战友，请你闭麦。大卫，好，能听见吗？能听见。我想问一下，我是香草山的，我没商量，我想问一下那个最近的护照项目有什么进展吗？护照项目有什么进展？护照项目呢，我们联盟呢这边还有是有一个专门的小组在做，但是我并不在那边。我只知道现在大家正在有这个有序的推进当中。啊，但是更多的情况目前我不知道，等待七哥在后面，哎，在直播或者盖特再给大家 update 吧，好吧，嗯，
好，谢谢。请下一位战友提问，不提问的战友请闭麦，谢谢。你好，大卫，我是香岛山文佳，我想再问一个问题。就是就 KYC 就那个虚拟币那个登记啊，我写的是 PN 的名字嘛，那我要是用身份证 KYC 的话，那到时候填表的时候我是填那个英文的 PN 呢，还是填那个做汉字啊？都可以，都可以。墙内的这部分 KYC 是比较松的，说白了，它的中英文都已经解决了，在系统里都可以识别，不要纠结这个事儿，你填都能过。拿护照就拿护照，拿身份证拿身份证，都可以。但是你填表的时候，农场登记的时候，你填的是啥？我填的是 PN。那你就用拼音呗，就完了。但是你用中文用驾照是可以没问题的啊，它的系统是有这个包容的，它专门为考虑到这部分占有了这部分投资者，所以不要纠结这个事儿。哦，那个我当时填表留那个电话填的是北美电话嘛，它的打头应该是一，但是从国内往外打呢是001，我填的就是001打头，这没关系吗？没事儿。加号什么的不要担心这个。那好，谢谢。那个后台他们也有技术团队，也有那个客服，人家看到这个表以后往系统录的时候大家也都明白。好，谢谢大卫。没事儿，别客气。大家还有啥问题？大卫你好，我是枫叶农场的。我想问你一下，就是做 KYC 那个范本那个22项，他说请告诉我们你的资金将从哪些国家存入或者是转入，他是说可以选5个国家，然后我是在加拿大的，那个我这个地方可以写每日加宗的这个国家吗？可以选吗？还是说我必须选那个其他别的国家？等一下我想一下啊。你这人在哪儿？我在加拿大。我在加拿大。信号可能差点啊。信号不好了是吧？是，这位战友信号不好了，或者是滑麦了，我们听不到您的说话，请你再重新说一遍，谢谢。很卡。我没太反应过来他刚才说的啥意思，主要是你别着急，一会儿你信号那个调整一下看看能不能再说。那个现在信号好了吗？现在好了吗？我给弄成那个手机的那个自己的网络了，现在好吗？好点了，现在好点，你说吧。就是22题，然后说请告诉我们你的资金将从哪些国家存入或转入，他说可以选5个国家。我呢是自己做 KYC， 然后我在加拿大，那个我的钱肯定是需要从加拿大转入到这个账户，然后这五个国家，我如果我选加拿大的话，然后中国那个可以吗？从加拿大转是吧？对对对，我的账户在加拿大，我要从加拿大把钱转出去，转到这个咱们虚拟货币的账户上。其实付款这块儿只要是你名字下的一般都是可以的，不会对你要求太高。但是他说让我选5个国家，我如果把每日加这些都抛出去，
我选什么香港啊台湾呢，但我肯定是从加拿大汇出去的这个钱，不会有问题吗？不会。那我就是说不会，我的账户支付就在那儿。KYC 是比较严的，付款只要是你名下是相对松一点的。好的好的，那我就可以这么说吧，这么说吧，你 KYC 过了是第一步，下一步你的实际上的那个叫什么付款，你就试，你就各种踹，咋踹踹赢了就行了，这么说吧。好的好的，那就是我也可以把加拿大写在这五个国家之一对吧？对。好，谢谢你大卫，谢谢。然后还有一个十三题我想问你一下，他说十三题是请告诉我们你的职业或从事的商业活动，然后他罗列的这些应该是都是不同的职业的分类，什么服务性的贸易什么艺术奢侈品科技健康与保健，那我这些我如果都没有，然后其他行业什么加密货币啊金融建筑我都没有的话，我都没在这些行业的话，我就选其他可以吧？我选其他，比如说我是老师，然后其他这块他说请注明，我就写是老师或者是其他别的职业，是不是、这个？可以啊，你可以选其他呀。啊，就是因为我前面的这些我都不是嘛，我不是做贸易的，也不是做服务行业的这些。对，你可以选其他，这事儿不用纠结，就是那个职业栏不过是 KYC 的一项，你可以选其他就行。好的好的，谢谢你大卫，谢谢。嗯。哎，大卫你好，我是佳农的西风。因为昨天老班长说4月22号的 KYC 时候全对公开，也就是说对 public 公开，那我目前呢是那个填表写的是联盟代持，那如果那天我委托了第三方来做这 KYC， 如果成功的话，我是不是有一次选择机会把从联盟代持转到自己的 KYC， 不是自己了，就第三方代持的 KYC， 谢谢。你说假如失败了是吗？是不是这意思啊？不是，假如成功了。假如成功了，目前选的是联盟代持，然后你 KYC 你不是你 KYC 一旦过了，那你还有付款能解决吗？同时啊，可以解决，因为是那可以，我看就是有这样一次选择机会对吧？联盟代持，它是这样的，在第一周就是其实上是在第一周给大家一次这个选择机会的，还会给大家一次选择机会的。那时候肯定有很多人出了很多各种问题。啊，那再确定一下，就是22号那个是对公众开放的，对吧？那个 KYC 是对全体人不包，就除了我们战友，所有的人都可以去做那 KYC， 对吧？不是，那个是就是给战友的。啊，那我怎么可以跟第三方让第三方帮我做呢？是因为是我能拿到这个链接是吗？第三方帮你做。你不是说那天想自己试一下吗？不是自己试，就是第三方帮我试。啊，因为你第三方那个名字你报上去了？就是没有报嘛，因为当时是出了问题，就昨天最后那个几个小时了以后才把第三方转成了联盟代持。那你这个表我现在又找到了另外一个第三方。我就问你，你现在这个最新的 update 的这个信息有没有告诉农场那个表填不填上去就完了？没有啊，现在最那就没有都是联盟。那你没填你就没有啊？他是谁填？你没填你就咋怎么现在就变成默认是给到联盟代持啊代购了？就是你找谁不重要，你关键你把这个信息要填到表里去啊，告诉你本农场，你不填这个数据上不去，怎么给你那个？就是4月20几号那个怎么去让你开户啊？就是那个注册账号啊，那个账号是给你今天提交的名单上的这些人才可以去啊。对对，所以我今天就是想确认一下，因为昨天就是在那个语音答应那个
答疑的时候说是对公众开放，所以我今天就想确认一下。那你这一说，就是其实那天只是对战友开放，并不对公众开放。我还真不知道，不能确定他是不是就一定对公众开放。我理解的是这样，我可以再稍后再确认一下吧。对，就是这样，要不然的话，明白，明白，谢谢。按我之前的理解，他应该不是对公众开放，他是对这个提交名单的这些人开放。哎，大伟哥，我能说一句吗？回头再问一下，确认一下。好，多谢。我问一下老班长，老班长起没起床？老班长起床了吗？哎，我的手机。你们继续啊，继续提问。你好，我是文雀。我可以问问题吗？提问吧，没问题。啊，我想问一下，KYC 注册的这个账号是要用自己的名字是吧？你填的表是谁？就用你那个谁 KYC 就用谁的名字？如果这个名字有同名同姓的先注册了，那这个咋办？你提交的表里头有电话有邮箱，你觉得同名同姓电话邮箱又同时一致，这种几率有多大呢兄弟？我知道，我只是单指他要注册的那个用户名而已。退一万步讲，他啥叫 KYC？ 真是有同名同姓的人家不是还可以给你视频吗？还可以让你提供那个 passport 护照证明吗？还有照片呢，所以像这种问题都不用担心，对不对？那不是啥事儿。肯定有同名同姓的，对吧？全世界肯定有，对吧？所以要 KYC， 要给你面试视频、照片，去提高更多的去那什么嘛，证据嘛，没问题。好，了解，谢谢。不不，大卫你好，你好，大卫。哎，你好，说，一个一个来。我是五零八。哪位先说呢？五月花那位先说吧，因为刚刚他已经在报他是五月花。你好，我是五月花农场的大黄，我想请问一下，我的 KYC 现在就是我一直选的是个人，但是我额度是超过10万的，所以我是想问，如果我个人万一没有通过的话，我还有机会再选基金吗？这个还真就得看人基金脸色了。这就为什么之前选基金的话尽量单分出来，因为基金的 KYC 是单独走，基金走基金的 KYC， 它两条道两码事儿，桥归桥路归路。你说你想在这边转一圈不行，我再去那边，这个知道了，我们得问。那能帮问一下吗？因为我之前没有想到，因为我在土耳其哈，我没有想到他们这个外汇管制越来越严，所以我就担心会有其他问题。如果本来预计四月初是 OK， 肯定没问题的。但是现在转，电汇什么的，我都有点担心，所以就想这个情况是，听我说，你这个情况不是个案，肯定我们会联系会问的，好吧？因为今天我们几个碰一下，我们还会有提这些 KYC 的这些事情。所以那个你等候一下，后面农场肯定会把各种情况公告出来，包括其他的答疑肯定会提的，放心。好的，那请问一下，这些都是最后在公告里体现吗？还是说我还要排队来问这个问题呢？现在的因为细心，为了提高效率，我们建议会有一些就是说这种常规性的可以公告的，我们建立就各农场联盟会以那个信息更新的形式，哎，在各农场的那个群里，像我们英喜，我们有专门的买这个币的群，会在那就太好了，有一些群里面会及时更新出来，所以呢，现在信息也比较透明公开，传递也比较快，所以好，因为我们五月花是没有的，他们好像比较忙，因为大家都在出那个就是去现场去抗议啊什么的。这样子，你最近吧，多听多看答疑，多听答疑的事儿，好吧？然后对，就是联盟这边的答疑。那么我们出来新的消息肯定会及时在各农场的那个负责人管理团队里边会通告的，
所以呢你多留意这个答疑的话都会知道，不会 miss 掉。哦，好的好的，谢谢，非常感谢。您好大卫，我是香草山的秀看，我能讲吗？你好。你好，我想问呢 KYC 呢，首先的发的链接呢有中英文选择吗？还是要全是英文的，然后自己通过谷歌翻译呢？我想一下之前咋说的啊，应该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记得有，因为我记得他们发行商开会的时候提过一次，说他们的系统里边可以在 KYC 的这部分识别那个中文，那这样的话应该是有，应该是有这个语言版本，但是我再确认一下，因为记不住了啊，这么长时间了。不过是这样的，他那些问题呢，他就算是英文的话他也都很简单。咱们那个电脑现在那个一打开会有一个那个 Google Translate， 对不对？那个页面什么那个东西，哎，你一翻也能翻出来，不会影响你那个 KYC 操作，别担心，这都很简单的，那个基本上。好的，好的。还有那个大卫想再问一下呢，就是说，如果中文我们打繁体的可以吗？就是你的输入法是吧？可以。啊，对。可以，之前说过，您考虑过香港的这种战友的要求，没问题。哦，好的，谢谢您，谢谢。Over， 问完了，谢谢。谢谢。哎，大卫你好，我。啊，您说，这位战友，请说。我是喜安农场的山前大道。喂，你好，能听到吗？可以说吧，兄弟。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4月22号的那个 KYC 是不是不包括之前选择的这个农场代持的这个，就是代购代持的这个？4月22号 KYC 不包括农场代购代持，就是它是不是有一个顺序 ？OK， 你等会儿等我反应一下啊。包括，只这么理解，它也包括，只不过是什么呢？就是这么说吧，4月20号这个 KYC 是大家都上去开你这个户，然后有些人你比如说你KYC 失败了或者付款失败了吧，你不重新委托回来吗？委托回来的只是我们代购代持的这个账户呢，有机会发行商等我们，我们可以随时在就给那段时间内再 update 更多的信息，比如哎我这又有那个5万个币买不了了，委托过来了，快再给我加5万。那边又来2万，买不了了，我再给我加2万，就大概是这个意思。但是都在那之前开户，就是创建账户过那个 KYC， 都可以的。啊，就是等于给了我们之前那个选择联盟的那个，给了一个自己试一下的机会，是这个意思吧？哎，对对对对，就给你们个机会，自己能开户能搞定，就不就那什么吗？还有呢，就是刚才有一位女士问说，那个付款和你开户 KYC 没关系。你账户呢，你像强内的战友，你上去就都去注册去 KYC 过了就有账户了，有账户了就等着咯，后面联盟买完币不也得转到你账户上吗？你咋拿，你咋接呀、啊、你不得有个盘子有个碗吗？你现在就把那盘子碗搞定了，等着接币就完了呗。所以你那个账户那个你正常注册 KYC 激活账户等待就好了，不能付款。好的，是反的。哎，但是我这个接盘子接币的盘子我得有啊，我不能拿手捧着呀，是不是？这个我明白了。然后还有个事儿，就是我有一张海外的实体卡片，但是它不是储蓄卡，它是一张可以往里充钱的卡，它有万事达的功能，这样的卡能不能用啊？那你只能试了，就不知道了就。就是刚才不是说要绑定一张卡吗？开了一个那个海外的实体卡片。实际上这张卡我跟你说它功能是干啥的，未来就是随时可以往你的这个交易账户里入金，然后呢同时也有那个往你的就是那个withdraw money 提款都可以。很多 broker 呢可以是两种，就是说你可以用卡来入金，但用另外一个bank account 来 withdraw money， 有还有这样的，
也就是说收款的账户、提款的账户和入金的账户可以不是一个。这是我是说generally 的啊，通常来讲那些股票 broker 券商是这样的，是有这种功能的，而且绑 N 个卡都可以。哦，就这张卡你得试一试，这张卡可以临时绑一下，但是到时候入金的话，就是说那个收益的话可以有一个海外的账户，不是实体卡片，是这意思吧？对，就是说你现在绑定可能是绑，但你将来你入金和那什么可能不能好使，那个或者怎么办，你得再考虑了。所以你我建议你一步到位，这个卡别为了绑而绑，它不像那个苹果那个注册 ID 是吧，绑张卡好像过了，那好像也那个苹果那个 ID 注册那个卡好像也得是有支付功能的，所以你还是把这个卡的实际的这个存钱和取钱功能解决掉，否则你绑着没啥意义啊。你是吧，我们也没见到这个界面的，对不对？就像刚才那个咱们都得是各种功能各种那个招吧，你都试试呗。好了，谢谢，没问题了，谢谢你大卫。对，投了还没投进去。哎，大卫你好，我是那个枫叶农场的。你刚才说的这个卡我没搞懂是什么意思，做 KYC 的时候必须要绑定一个卡吗？因为现在 KYC 的那个程序里边有一个功能是，对，就是绑定你的银行卡。然后刚才几位战友问绑定什么卡，所以我们说呢现在没见到这个界面，我们只能等候，咱也不知道他会什么样的卡，所以你到时候试一试，大家试一试就好。那我手里只有银行卡和那个 Visa 卡可以吗？可以，就是一般就是那种 Visa Debit Master 都可以，一般都是这样就可以了。好的好的，谢谢你。那个大卫，那个没人问我还接着问你一下吧，就是做 KYC 那个示范那个范本里头十一题里头有一个，就是如果喜马拉雅交易进行交易买卖，就是说你如果同意的话，请填下面的这个信息。有一个他说服务需求是粉色的，我不知道你手里有没有这个图表，是粉色的。他说服务需求，那就是下面这几项是这个喜马拉雅交易进行的过程中他需要的这一个服务需求。他第一个写的是存款，这个是什么意思？是我自己有多少存款吗？我就添多少是吗？我现在手里吧还没这个 KYC 那个，你说的是 KYC 那个？对对对，那个文件那个十一题，我还没在手里这个东西，你再把题给我读一遍。啊，他说如您希望在喜马拉雅交易进行交易买卖，请填写您的个人信息并回答以下问题，然后是写的是现在开始，然后问卷调查，那个这个前面就是就业状况，就职业啊、业务基地啊、税务管辖区、年度营业额，一个是现金，一个是加密货币，收入来源和财富来源，这个我都搞清楚了。就是如果我不是公司是个人的话，就是全都是以个人的这个信息填入就可以了。然后呢下面这个问题就是说服务需求，那我的理解就是说你如果在喜马拉雅交易交易买卖的话，你服务的需求是什么？它第一个是存款，第二个是资金来源，第三个是经验水平，然后第四个是交易经验年数，第五个是政治敏感人物，这个肯定咱不会填了是吧。然后那个存款是什么意思？是我交易完了之后我希望把这个钱作为存款存在这儿，还是说是我自己现在手里有多少钱然后去做这种交易，是它的是什么意思？我知道你问的这个题了啊。我还是那啥吧，我现在吧我没拿到这个题，我瞎回答，我对您不负责任，好吧。那个
我头现在有点不好使，我有点反应不过来，现在回答不好，我把那个文件找着，我看一遍。好的好的。前两天吧，我们是讨论过这个事儿，但是我说实话，今天那个最近休息不好，记不住了，你知道吧？我真记不住了，所以呢，我这个问题我现在先不回答，回答不准。好的好的好的，看您在那个联盟答疑的时候，看您是最辛苦的，因为你熬夜嘛。那个，我就想问一下，咱们各个农场就是最后是不是也有一个帮助，答疑的这个？就是比如说，你在哪个农场？你在哪个农场？我在那个枫叶农场。对呀、啊，每个农场正常都有一个正常的团队吧？我不知道枫叶咋他们咋设计的。我们这边英喜是有就自己单独的群，所以那个后面还会办各种答疑的。别着急，他在白皮书就是正式 KYC 开盘软件上线之前，肯定还有出很多消息，我们还会那个及时给大家更新的，差不了事儿。包括你提的这个问题啊，都会后面给跟进的。嗯，好的好的，谢谢您大卫。嗯，谢谢啊，没在第一时间内给解答掉，不好意思。没事儿没事儿，我得看了那个题，你知道吧？我一点印象都没有。好的好的，还有机会还有机会。嗯，现在那个答疑时间10点，答疑的时间已经到了。大卫先生，您还要您想加长还是就到此结束呢？就到此结束吧，因为那个我还一堆事儿。是的，我们也理解，对呀、啊，现在熬夜啊哈，现在。那最后问一个吧，我看有个人刚才抢麦，那最后问一个问题。大卫哥，还是我五月花的朵朵兰。嗯，就是那个做 KYC 的时候，绑定的那个银行卡是起什么作用的？啊，刚才我听说了，就是将来这个账户在活跃当中开盘以后，你想往里头入金啊、加钱啊，那么从这个卡里头不就把钱转过来了吗？往账户里，往交易的账户里头，继续追加资金的。还有呢，你将来那个闭麦了变现以后，你想提取这部分资金。就是两个功能 ，deposit money, withdraw money， 行了吧？存钱啊，明白明白。就干这个。那我插一句，好的，谢谢谢谢。我想说呢，如果不是银行卡，是那个，就是如果那个是给个银行账号，可以吗？不可以。按正常来说，按我了解的。Booker 的流程的话，一般会要绑定个卡的，是绑定个卡的，你不是一个银行账号的问题。withdraw money 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他会可以放一个银行账号。我的投资账户是这样的，股票我记得是这样，对。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给个信用卡，有 Visa 也好 Master 也好没有关系，但是就是说如果我收钱的时候，比如说我卖掉去抗银，我收钱的时候，那我的信用卡收不了钱呢？所以啊，我刚才讲嘛，你那个存钱的时候呢，它可以允许你绑定几张卡，就是可以用有信用卡，有 debit card 的，有 master card 的， credit 有 credit card， 对吧？就是你取钱的时候 withdraw money 的时候呢，他可能是会要你一个比较，就是他转款对他来说方便的，可能会让你提供另外一个。所以说deposit money 和 withdraw money 它这两个卡可以不是一个卡，而且大部分同时有大部分情况可能不是一个卡，甚至一个账户。哦，那我的理解，你要明白，我跟你说，钱进账进到里边一定是 KYC 的，就是也是 KYC 的，所以他得知道这个钱从哪来，他为啥要你一个卡呢？你从外边绑一个第三人的那个账户那卡，那不乱套了吗？所以他一定是你名下的一个卡，一个账户，所以方便这个钱进出，公司退给你打给你，你给他，你俩在账上 bank statement 上能体现出来你俩这种关系，他本身也是一种 KYC。这种是 money 的 KYC， 明白吧？所以呢，存和取的卡完全可以变化各种，但一定是你的名字，这句话很重要。
哦，明白，就是说我理解，就是说不管怎么样，我随便绑定一张我自己的卡，信用卡就可以了。到时候呢，我要取钱的时候呢，他可能要求就是说，或者我跟他讲我需要另一张卡，你才能打到我的账户，那他就会这样就可以变通的，是吧？对，我现在回答你的呢是 general 的情况，因为我现在就有几个活跃的正在使用的股票的期货的这种 broker 的账户，他们是这样的。那么咱们这个喜马拉雅的咱们这个平交易平台是不是也是这样呢？那一定也是看到那个 KYC 界面才能准确，但通常来说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对不对？你变得不那么 popular 了，你变得很怪异，很麻烦，那还就不叫交易平台。什么叫交易平台？就是流通性，让任何人都能进来参与，或者说大部分人都能参与，你才有这种参与度，流通性才能把市场价格推高，把这个币种和这个券商交易商才能推向世界嘛，咱才能灭共啊，对不对？好的，谢谢您大卫，辛苦了，谢谢。好吧，大卫你好，那个泰勒官们给你留言，谢谢啊。好嘞，我马上就看。那咱们这边答疑就到这儿，好吧？好的好的。今天我那帮孙子们没来扰乱大家，所以那个还挺好，挺顺利啊，谢谢兄弟姐妹们。没机会了，不给他们机会。那就谢谢大卫先生的答疑，拜拜。谢谢大卫哥，辛苦了大卫，谢谢各位战友的配合，今天的持续支持，谢谢。我们好好